嘿，咖啡好了。哇，好香哦。这么好的咖啡，你加糖不就糟蹋了？再好再昂贵的东西，不合我的胃口，通通都是废物。要我会喝才有意义嘛，不然只是摆在那里好看的饮料。嗯。就照办吧。是。哇，好可爱的熊宝宝哦！总经理。这是要送给你女朋友的吗？女朋友送的。嗯哼，总经理，你果然有一套哦。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要不要帮你准备一份礼物回家谢卡呢？你还真聪明，把花店的电话给我，我来订。这种事我来做就好啦。不用了啦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OK。喂，朵莉，我是陈克洛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哦，我记得啊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我的画已经快完成了，你有兴趣来看看吗？我想做最后细部的确认。你不会要我再拖一次吧？不会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想帮你拍拍照，看看你的肤质和肤色，因为你没有办法一直当我的模特儿嘛。这是权宜之计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下班过去一趟好了。好，那我在画廊等你。对了，齐翔他有跟你道歉了吗？我知道是你要他来的，但是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在意，我已经是。罗丽，过来一下，我要带嘉珊去开会，有事要交代你。好，我马上来。喂，那晚点见喽。好，拜拜。齐先生，你今天什么事情让你那么开心？我看起来很开心吗？因为我就是很开心，我出去一趟。胡总在吗？今天什么风啊？怎么会把你吹来？啊，草稿定了，想要休息一下，突然想要找你聊聊，不会打扰你这大少爷的时间吧？什么话？进来坐吧。送一杯茶水进来。嗯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叶朵丽啊？我今天对她做了一个超级罗曼蒂克的事哦，我送她一大束花哎。你送花给他，有什么好奇怪的啊？我送花给女孩子很正常啊，你干嘛那个反应啊？我什么反应啊？我只是怕你去找他寻开心。总经理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以为我又在整人啊？说不定我是真的陷入爱河。你是说真的说假的、啊？哎。你该不会真的上他了吧？我，你不要乱讲啊！我只是觉得人家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，
怕你去捉弄他。你早来了，我认识你多久了？从来没看过你替哪一个女孩子这么着急过。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，你告诉我，你这一次是认真的吗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是的话我就祝福你，不是的话我就阻止你去惹他。好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究竟喜不喜欢朵莉？如果你不老实告诉我，我就去告诉他，你爱他爱得无法自拔。你敢？朵莉的电话。韦西江，你够了哦。哎，在这里。韦西江，韦西江，哎，我投降行了吧？我也不知道那种算不算喜欢，只是我想到他，我的人就变得特别的浮躁。像我约他下班后见面，就开始坐立难安。有人陷入爱河喽！走啊！走啊！小姐，对不起，跟你敬个礼，然后握握手，请你原谅我。韦其祥，你有点诚意好不好？我这还叫没诚意啊？那怎样才叫有诚意？难不成你要我跳到河里？救命！朵莉，不要再生气了。快原谅我吧！啊，我原谅你了，我原谅你了啦！你快点起来啊！坐在这角落，心里很多话想说。我和你的错，就是舍不得放手。深爱你的我，早就应该让你自由。直到我以后需要一直往前走，也许是越在乎越会彼此的伤害，这样的爱情又算是什么？我们只能